测体积法之前一定要确保这个现在是它显示的是 MVR on， 就是 MVR 打体积法打开的状态。然后呢，在测之前呢，我们先按一下这个键，停止键。这里有一个数值是1000，就1000呢，1000就指的是这个在最上面的时候，回到最上面原始的位置是1000，确保这几个问题就 OK 了。然后加量。